种香烟泰式风味。嗯，好，非常乌骨鸡爪，我那儿一个顶高官还有回家心，嗯，现炸的四菜，油条你干嘛去带啊？萝卜苗拌萝卜条。啊，对，炒鸡。我觉得就是来吧，就是这个酒店小。全院都是我们这个。Hello， 又到星期五了。出去玩。我们答应之前就是平时呢，就是周一到周五努力工作，然后呢，星期五每周星期五带之前出去转转玩玩。我去学校就是这么穿的，所以我就不想。是吗？对。今天学校这么穿的呀？对。然后我外面还套了个外套。哦、好可爱哟、哦。还带个包，今早努力搬砖中。哎呀妈呀！开箱，现在是6:33，七点半出发，一个小时后出发。我们暂时定这周也去上海了。那个水，那个黄桃，一直买来的黄桃六个，我们没开始卖呢，它已经炫了一箱了，两箱了，这算这个啊。下周去哪儿？大家就是江浙沪啊，就是两个小箱，三个小时以内的车程吧。从嘉兴这边有什么好地方？希望大家推荐一下啊，小巷子里面的一些特别特色的美食啊，都给大家评论弹幕，这些地方啊给我们推荐一下，下周我们再去。今早这两天啊，简子可努力了，带他去吃汤饭啊。不是你们吃，然后呢我要突破一下，所以说我会去那个便利店买我的蔬菜。很难评。我们到上海了啊，都躺下了，现在9:30就躺下了啊。宵夜时间到了啊！志贤，晚上想吃什么宵夜？啥都想吃。啥都想吃？七宝老街知道不？知道。离我们这儿只有10多分钟的车程。嗯。上海呢，基本上这个点就不出去了啊，刚好是休息日嘛。这时候要出去的话，哎呀妈呀，堵车堵的呀，停车的地儿都有点难啊。所以呢，点餐，吃宵夜，这进到景儿庄呢。吃炸鸡。哎呀妈，进到这儿做呢，可不嘛，披萨。我的外卖到了，披萨一个，两个，外卖到喽！哇哦！哇哦！点了生腌啊！生腌虾哟！妈呀！我的妈，头发要不要重新扎一下？不用。太邋遢了吧！我点了王炸，王炸，豆膜点那个。妈妈，你最爱的红薯边，炸鸡。아되게맛있겠다야고여를吃饱了？嗯，可以。我还得留点胃吃炸鸡呢。哎呦我的妈！等会儿，我来开。你的炸鸡。哇，맛있겠다씨。我的。啊。我有个早餐，哦西，竹板儿，你家竹板儿，鸡爪竹板儿，竹板儿，竹板儿呢？堆积。哎，紧张，鸡爪。我对这些没什么兴趣。嗯，咋还有骨头呢？嗯，来点生腌，这就是泰式风味。嗯，买单，烤肥肠，啊，萝卜有哪个的？太残忍了！啥鱼嘞？
年糕饺，炭烤的啊。年糕能摸不呢？嗯。乌骨鸡爪，但是有刺，有那个小刺儿、小骨头啊。大蒜。缺点啊，骨头没有去干净。没有去干净，还不如不去。我没点。我这个炸鸡没有味儿。没有主食。嗯，嗯，嗯，麦姐，嗯，麦炸的少，芥末，好冲啊！我그만고추랑같이있는거먹어야돼그래야맛있어어그렇지중원으로똑띵대와맛죽인다이거아야야야아야아야와우이래맛있어맛있지어이거내고샤하나만더먹자够了오이我的妈呀辣辣的鲜 Q 弹鲜甜辣오이我的妈嗯，好吃到爆！곱창한번먹어봐，哇，죽인다！곱창的끝내자。嗯，啊，끝！这个虾太好吃了，朋友们！哇，好鲜甜又辣！这个是拌的萝卜丝儿，然后呢，再加上这个牛肥肠。再加上这个牛肥肠，就一口。嗯，炭烤牛肥肠还行。我以为怎么那么跟个一样。嗯。嗯，怪不得，炸鸡很一般。一般。嗯。刚上车来的路上，不输了。这个菜又没吃过，那么没吃。我那一个顶高瓜也吃过。菜我亲自买的，哇，这酱调的真的啊！嗯，为了上，干杯！干杯！喝完这一瓶，赶紧睡觉。然后，本来这次计划是来上海，明天早上去接上之前舅舅，然后在上海就逛吃一回。计划有变啊，突然间明天准备去山东了。早上起来吃点早餐，然后呢直接去舅舅家把舅舅接上，然后回嘉兴或者是去杭州，现在还没有定啊，怎么去山东卖桃子去啊，好玩啊。嗯，又是一个另一种体验了。对，又是挑战自己。嗯，我就吃一口。把你猛一点。嗯，真好吃。你们不吃吗？你们多吃，非得抢我的。受不了，受不了。我就喜欢吃这个边儿，被你抢走了，怎么办？还有，吃。辣。带之前还有金导出来这么住个酒店，然后点个外卖，都是很大的惊喜。嗯，我就想说出来玩的时候，逛吃是一种，嗯，然后酒店点附近的外卖，嗯，发现附近的一种不一样的美食，这个就是一个惊喜。老公，嗯，这个可以出系列啊，是不是啊？酒店附近外卖系列。卖黄牛吗？那里面有百货店。
只是一个那个桃子的果园，妈妈爸爸从早晨到晚上一直要在那边工作，那你自己要解决自己解那个写作业的问题，时间很急的。我想着不带你去来的，没有，但是吧，又怕你伤心，想带你去吧，又怕你遭罪。妈妈好矛盾啊。我想过去。想过去。把舅舅叫过来了啊，准备出发。回嘉兴碰个头，然后我们要去山东了，跟小郑碰个头。小郑老师也去吗？对，肯定得去，必须得去。一起去是吧？一起去。反正挺多人的。什么挺多人？就咱们五个呗。对。五个人不多吗？很多。这大部队呀、啊。出发吧。直接开一个车过去，还是开一个车就行了。出发去山东啦！我能像趁年轻疯狂一把。桃子，我来了。桃子，我来了。终于到了，走吧，走了。你要辛苦喽，今天。咋了？啊？咋了？之前我带你去吃这边的特色早餐。嗯。据说老好吃了。是吗？嗯。这边可以喝喝茶什么的。快递，再去吃饭。这个是可以饮用的水，说是源地。对，所以说这里边种出来桃子得多好吃。我们来吃早餐啦，就后面这个说他们家那个油条好吃，砂糖好吃。哎喽，到车上是吧？到哪里啊？到前面接近。买点上车上。啊，然后油条四根，这个是15的，哎呀，对对对，这个看着好好吃啊！哇，好香啊！现炸的，快看吧，油条四根，油条，哎，这干的不错哦，15块钱的砂糖，4块。Okay. 4块一汤，4菜一汤，勺子不能用漏的，你。哦。啊，粥吗？粥味吗？还是啥呀？像汤。哦。一口牛肉，一口汤。嗯。哎呀，再来点。我们这个是高配啊。嗯。哎，他们家油条做的不错，好吃哎。油条，现做的，不能那么吃。泡着呗。不能吃，我昨天还学习了。尝尝。嗯。哎，这也挺好吃的。啊？这也吃。这个吃。油条这个嘛是的。嗯，哇，这辣椒真够劲啊！他们家生意真好，挺鲜，本地人推荐的。好吃吗？之前这个早上了是吧？这汤不错啊，油条还要吗？油条你们还要吗？油条肚子吃头，
微波怎么还嘞？我们说来这边临沂了吗？粉丝说一定要吃萨汤跟炒鸡。但是萨汤挺好。说啥说？这帮可爱的疯子。我们到果园啦！结束上场的直播了啊，然后呢就回去了，回去吃个饭。老板说来这儿了必须得吃个炒鸡，吃个炒鸡，然后下午给金导买个那个，哎呦你看红了冰袖，然后我看看有没有卖伞的啊，这边阳伞那种，这个环境太 nice 了啊，很不错啊，这种，哎呀，在这儿炒鸡，闻到香味了吗？哦，好凉快！哎呀，他俩去哪儿了？他俩上厕所。啊。萝卜苗拌萝卜条。哦。这个是凉拌马生菜，就是一个宜宾野菜。哦。嗯。是辣的吗？不辣。酸。对，挺酸的。那个是酸甜的。嗯。萝卜苗就是萝卜种子生的那个萝卜。鲜辣椒、黄豆酱、蒜、食用盐、白砂糖、味精，就这些。嗯，香豆腐。啊，这边特产卤水豆腐那种。卤水豆腐。嗯。刚才谁还说来着？出发的时候我一点都不饿，怎么还去吃饭？这个我要尝尝这个，我要尝尝这个。这个好吃。这个好吃。这有点烫。嗯，慢点吃，不着急。尝尝这个。嗯，好特别的味道。嗯。好吃。野菜，哎呀，现在野菜比那个海鲜都贵啊！萝卜苗拌萝卜条，是。我喜欢这个豆腐啊，我喜欢这个。你不喜欢哪个？目前三个我都喜欢。啊，这豆腐是坚果。对，煎完了炒的，谁说不饿的？多加点放盘上行。我得先尝尝味，应该不会错，是吧？哇，这么多，是不是太多了？没事，我们一直打，哎，很多。嗯，汤可以喝，可以之前啊，这是一半半只鸡，半只鸡出来一大盆，你看这肉质，壮壮壮，刘总，这个鸡肉应该那个很紧实，紧实，对吧？明显能感觉到，但是他这边的鸡肉是养够一年，不会太柴，也不会太老，都是在山上繁养，哇。太有见识了，小郑不要太夸张啊！真的很见识。活鸡现杀，所以鸡血也会流。嗯，啊，你们都不会吃，先吃鸡血。内脏好吃。哦。鲜。对。对。这是什么部位？不，你是脖子。脖子。吃其他部位，这个可以吃掉，这种。一鸡两吃。两个味道。嗯。锅。对，放在啊，对，炒鸡，炒鸡就是。哎呦，看着好漂亮。炒鸡好吃。好吃啊！加了蘑菇啊。知道了，拜拜。但是我夹不起来。没事啊，嗯，吃得很香，嗯，今天都爸爸弄到啥了？你昨天地上没跪死几个？他不吃饭，他不饿，太滚了。
水煎怎么样？好吃吗？你这个就是来过一次之后，肯定还想来第二次。这估计得隔段时间就得想吃了。嗯。隔了咱你爸妈想吃东西手机了。太累了。咱们来吃鱼了啊！这小环境，一个一个小包间，然后用这种纱窗给它包起来，还能防蚊虫。啊，这附近到这附近就能闻到了。是吗？我鼻子全院都是我们这个鱼的味儿。三分之一这个鱼。三分之一，哇，这么大一鱼三吃。草鱼。哦，这汤。鱼头汤。鱼头汤。他们没有盘的嘛，都是盘。这就是鱼头，哇。这什么东西、啊？那个鱼鳔可以吃，不就是鳔呗。胶原蛋白。一点点鱼肉就够了。哎呀，我要尝尝。好吃，看今天口味回来啦。早就回来了。这粉皮特别好吃。嗯，是吧？这么不辣。嗯。这叫鱼头汤。哇，这鱼头也太大了！万万没想到，一点都不辣。对，我爸肯定喜欢吃这个。哇，那这里羊啊什么之类的，还有好多东西。哇，这汤真鲜、啊。嗯。我告诉你，你来个三五次，肯定都是吃的不重样的。哎呦呦，这鱼大了吧？刺儿也是粗大的那种。对。没有细刺儿，这也很好。就。最讨厌吃鱼吐刺儿，这么大刺儿，大鱼就只有大刺儿，小鱼堆刺儿，一鱼三刺，哇，你看这肉多厚实，吃鱼不胖呗，多吃点。鱼的第三吃炸鱼排，这肯定好吃。哇，没话说，就是就炒鱼啊。你太帅了，没话说，跟那个猪排有点像。猪排啊，切得很薄。我要消化消化再吃。猪拐骨。你们尝尝啥味儿？好吃吗？好吃啊！哎呦我的妈，必搞一个，好吃。那有手套，那还有手套。给手心，来一个麻麻辣辣的啊，然后它这个有点像那个什么水煮鱼的那种料似的，很好吃。就胶原蛋白，猪拐骨啊。今天得补点胶原蛋白，让那脸都上晒伤了。来了，还有吗？没了吧？就是没了，应该是没有了，也好像是还有，不能再还有啊，不能再有了，再有吃不下了。我已经剪掉两个了，还有三十分钟，剪掉两个还有那么多，七点了，走，咱走，消化消化，不行，带出去临沂的桃子两万斤，太棒了，对啊，挺厉害。